范爷确实跟您特别的，你知道特别简单的那一种互相信任。他特别有，他告诉你，其实他这个人啊，特别适合娶进门。范爷这种类型的女人适合娶进门吗？范爷啊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，我跟他都是处女座，他被大家就已经叫到范爷这个搭了这个范儿了。啊，他私底下也有跟我说。你再怎么称呼我，我还是个女生啊。女生说到底都是希望可以被照顾的，她是否就合适娶进门的这个的对象，我不敢说嘛。啊，但是她是一不错的人，大家不要看着她那么的硬，还是一个好女生。在你的节目里边，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你的好朋友们平时看不到的一面。嗯，陈妍希应该是这里边你认识时间最短的了吧？最短，最短，最短，也是第一次合作吧？是。哦，印象怎么样？合作的感受？非常好。整体来说，非常的细心。细心。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，他有自己的一个磁场，觉得他的存在在你身边会让你很舒服。跟范冰冰那种像吗？冰冰会相对来说比较锋利，锋利，嗯嗯，妍希呢，比较淡，比较柔了，啊、oh, ，OK，、就是、比较柔软，在你旁边 ，OK， 不一样的感觉，啊、都是好的。